早安之城是飞利浦台灯，飞起来台灯，它就叫做台灯耶。你说它配名就是台灯？嗯，它就叫做台灯，真简洁啊。不、哦、是高耐用材质，它画一颗钻石。是 Minecraft 灯啊，先不要，钻石灯听起来有点可怕。哇，这是什么开法？What？ 为什么是这样开？原来是横的吗？我以为是直的，可以掀开。原来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神奇东西。他写说不能拿去洗澡，谁要拿这去洗澡啦？哇，是6瓦变压器，它只有 4.9 瓦，然后它用6瓦的变压器。没啦，你想要几个台灯？你看这个又是一个奇怪的形状，连蓬头放大版。哇，这是连蓬头哎，超像哎。所以他才说不能拿去洗澡，因为可能有人就会把它装到连蓬头上面。我们来开启这个连蓬头。哎呀，哇，这个是哇，这更长的连蓬头。对啊，就断掉。它长得很危险。你看，它可以这样折哎。你知道对折吗？直接往后折。它可以折两次。它为什么感觉很轻？没有，它还蛮重的。头。你是那个跳跳灯。对对。然后你就会剪掉。你很酷。你看，它可以这样对折。对啊，它等下就骨折。它可以一直折，一直折。它有点痛。它可以一狂折的灯。你是每天就把它折断？听起来是金属的，是金属加塑胶。哇、哦，它线打结了，我才刚打开耶，才打开耶，哇、哦，然后马上打结，很棒。可惜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。你来开灯哦，你已经开了，如何？它就可以从亮到亮亮，超级亮，亮它有4个模式哎。我觉得都很亮啊！哦，他的头还可以这样转呢，看起来是妈妈会喜欢的，是可以把他头扭掉的那种，是各种扭，扭一扭，他有好多，他有好多方向可以转，等下就断掉，他可以这样，呜。在那里、啊、哦，往下走，这是什么鬼？在干嘛？超平的，是挖土机吧？你就可以趴着就行。四种亮度，这个是睡觉亮度。你睡觉这也太亮了吧？那他可能是要叫你这样吧？这是夜灯模式，超级亮哎、欸，这个夜灯。下一个是电脑模式，嗯，太讨厌你。电脑，然后下一个是什么？看报纸喝咖啡模式。下一个是看报纸喝咖啡模式。你看书，你确定要这么亮的吗？然后你看书要这么亮，是不是？你已经照亮整个房间了啦！吓鬼啦！这也太亮了！哎呦，超亮！瞎了！这比你的还亮啊！你那什么台灯？这个才是你的台灯吧？什么？这看起来比较白，我瞎了吗？是啊，它比较白，这个比较黄。你那个照我眼睛啊！我眼睛要烂掉哎！这照明还蛮广的。你说他可以扭他的头，他到这个这么旁边都还蛮广，他几乎是180度吧？他里面怎么那么多？对啊，几乎他可能还超过180度。公室内使用，你是想带出去是不是？对啊，你就可以把它加你的，你就不能拿去演唱会？你就可以把那个带去那个，就插在你的那个快乐的电池上，然后带出门。对啊，你看，你要这样使用啊？好，他可以往后、哦，不行啊，他这一集就这样。你那都是太高了吧？他自己跟长得很好笑哎，就自己跟，呜，你是糟了，他感觉会摔倒。请问那是什么东西？他会摔倒吗？好像还好。哎、欸，他不会摔倒。他底座有点重。哇，太帅气了吧！就是，你也可以坐在桌子下读书，也可以坐在这里。你说嗨。太亮了啦。把它坐起来。你头，我们。它可以转三个轴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它就是高度调整，就
角度调整跟左右调整。你看，像你就是拿东西就可以照你。照我干嘛？是不是很棒？看来你好像都没差。对啊，我超随性的。那小米是不是也可以？对啊，他只要不要跟之前那个灯一样闪成那样。那到底是谁在挑灯啊？不是你们吗？就咦，这个灯不错哈，那就这个、啊。然后我们就说，那个好像不太好，那我们再买一支。结果你根本没有擦。哦，它太亮了，还是变热了。我们可以煮香蕉。变温暖了。你想要高温的香蕉？它长得好酷、哦，但是已经黑掉了，想拿刀捅它。你想要拿刀捅香蕉？你怎么不用剪刀呢？你就剪一半吧。哪有人这么切香蕉的啦、啊？你那是哪招？很棒哎。这样比较好吃吗？那你以后就会买什么雷射枪，然后把它切一半。你也太酷！香蕉变亮了、欸。它短就香蕉啊，你想要多亮啊？是香蕉灯。那香蕉会从里面发光。请问这四种模式是，就不是只是亮度调整，它会记住。所以你是夜灯关掉打开还是夜灯？你是读书超亮灯关掉打开还是读书超亮灯？完美啊！那个买东西的都不来、啊，还好啊。这个哪有很暗很亮？这夜这个算最暗的、啊。夜灯，你打你睡觉最好会开这么亮。可是、啊、它就是亮度调整啊，它要画那么多图纸要干嘛？告诉你他推荐的是什么样，虽然他没有告诉他的样子。对。啊，你看小米台灯，来关灯，换小米台灯。这是小米台灯。那不是最暗的、啊，这第二个。来，这是最暗的。但它的最暗是，它慢慢变亮是不同颜色的灯。嗯哼，而且颜色不一样。那个是比较白。我觉得这个不讨喜，这个太白了。好，你决定。对啊，他问你啊，你是当事人啊。那我猜这个会比较好。我们都是旁观者。旁观。你是旁观人，这感觉比较方便。就是一个可以低下来，一个不行的。这个完全不能低下来，它会变修、啊。那个还好。对，那个更因为它不会亮啊。很合理吧？这感觉可以烫头发、欸。好像可以，你就把头发夹着，这可以烫头发。要不要说？可以，可以离子烫。哦，水啊，烫头发。因为你要烫头发，离子夹哎、欸。哇，它真的是烫的、欸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一定是烫超热的。为什么？蛮烫的，因为它超亮，因为它很亮。那你肯定没有摸过我的大灯。我不想摸，我也是。你也会手。会笑，你感受出了什么？你看它可以这样左右旋转，我瞎了啦，要走旋转。对啊，看宝宝有没有那个需求啊，他就是只要我瞎掉可以啊。这看起来像外星人榨汁机，那这个应该给妈妈、啊。接下来先留这一只啊，然后反正你不要再退货、啊。前一代再来决定要这一代的新时代还是旧时代？当然是要新时代啊。多了500元哎、欸！你这又可以再买小米。900跟1400哎、欸。时代的价格。结束这一回合。把、啊、这个小米打包好。这超亮的。这怎么那么亮？你看你的灯。你不要开得这么亮啊！它这样也没有按到哪去、啊。